廉价第二天，嘉义市文化路这家知名的砂锅鱼头店正中午排起数百公尺的长长人龙，大家闻香而来，都想进去店内吃上一碗香喷喷鱼头。砂锅内入味大白菜和炸得金黄的鱼头一起吃，冷冷冬天格外温暖。内有人潮爆满，外带也很多，一袋袋鱼头已经备好，数量很壮观。备料呢，我们从一大早就开始准备，在预设呢就是成长大概三成。而除了这间知名鱼头店，其实在附近还有另外一间店面较小较低调的鱼头店，口味几乎和知名店家一模一样。我们是弟弟，同一个阿妈教出来的味道。这弟弟牌砂锅鱼头，鱼汤较清澈，白菜多，鱼头炸的粉较薄，吃起来的口感也跟知名老店有些微差异。咸度刚好，然后鱼皮真的很酥，以为它炖的会烂烂的，就鱼皮还蛮脆的。口感好，听朋友讲不油腻。小小鱼头店吃出名门却低调，反映在价格上，一碗铜板价比较便宜。不管是哥哥传承的名店，还是弟弟开的在地人爱吃的，两家砂锅鱼头都人潮满满，各有各的拥戴者。廉价第二天带来满满排队饕客，为了吃上一碗最爱的砂锅鱼头，可得比平常花上不少时间等待了。三立新闻廖国雄、古不仙嘉义报道。